This morning request, the singer quiver choose, for the sake of this assembly and all living beings. Please turn the wonderful Dharma wheel to teach and guide us how to end birth and death, leave suffering and attain bliss, and quickly realize number. In 1.南无萨旦陀苏切多耶拉诃帝三藐三菩陀谢。南无达达他多耶拉耶拉诃帝三藐三菩陀谢。南无达达他多耶拉耶拉诃帝三藐三菩陀谢。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subtle, and wonderful Dharma in 100,000 million eons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Now that I'm able to see and hear, I will receive and maintain it. Adam, that does come one's true and actual principles. Al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great Master Qing Liang, great Master Xun Hua, all good monks and nuns, and all good new advisors, Amitofo. Amitofo. 诸佛菩萨、净良大士、师父、上人、各位诸家人、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诸佛菩萨跟着坛龙大师往后莲花，一个过个个地地，一个。阿弥陀佛。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all so much for coming. Today is Christmas. 大家好，那个谢谢大家来听法。今天是圣诞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华严经》第一章。我们在第二个文件里面，这是第一章的最后一个文件，第14页。这个第一部分，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呢，是讲这个，这些大人物，在场的大人物。现在呢，我们是研究他们更深的这个细节，他们的这个功德，他们的法门和他们的成就，还有他们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些统治者，他们成为了统治者，是因为呢，他们修这个佛法。第一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世界统治者，你想成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大人物，加入他们，那你就必须要修习这个佛法，你这样才能有这个智慧和这个力量，才能够达到你的这个这些这个职位的这个要求。
massive mountain of heavy obstacles, he saw the Buddha without obstructions. 崔仲长山见佛无碍。Again, commentary here, I disagree. 所以我不同意这里的一些，这有一些小的这个小的一些这个意义对于他的这个翻译。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小改了一点点。那我后面我再看呢，我觉得只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并没有脱离我们所讲的这个法门。最开始的这个翻译呢是 freely， 那当你们翻译的时候，很多你们中的人都会做翻译。我觉得你们应该尽可能的跟原本的这个文字相符，因为这个原本的文字这么写是有道理的，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发挥，尽可能按照原文翻译。那无碍不是 freely， 自由不是无碍，自由跟无碍有挺大的区别。自由对于大部分凡夫来讲，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自由的选择退休，自由的选择去旅游，或者去喝抽烟喝酒，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精神，我自己可以做。如果我有这个能力做，那我就可以自由的做这些事情。障碍指的是，当你需要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对这个世界做出很重要的这个贡献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障碍。所以你可以看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如果你说这个自由跟无障碍是有挺大的区别。所以他说他们可以去看到这个佛，见佛没有障碍，是也就是说呢，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去见佛。然后呢，也表示呢，见佛呢，指的是不管这个佛在哪里，他们可以去见，可以去找到这个佛，所以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去这个佛去的地方。见表示他们可以坐在他们的这个宫殿里看这个佛，也表示他们可以去找这个佛。所以你理解这个障碍，所以这个障碍在这里的意思比自由要更相符一点，更有意思一点。Whom the thus come one Vairochana, as he cultivated a bodhisattva conduct throughout oceans of aeons. 如是皆以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之时，于劫海中修菩萨恨。这个翻译有一点这个笨拙，这些翻译就是有一点文绉绉的，就感觉是这种
受过高等教育的，什么有博士学位的人用的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说哦，就用简单一点的语言。所以这些他们跟这个佛有这个关联，所以这个毗卢遮那佛是这个佛的这个法身，也就是这个佛本身。当佛在修这个菩萨恨的时候，修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当佛他在修菩萨恨的时候要修很久才能成佛，我们都需要这样，我们都需要修很久，没有这个捷径。所以佛要想成佛，他们需要修这个菩萨恨。什么是菩萨恨呢？就是去利益他人，这就是这个菩萨恨。我们凡夫呢，只想我们自己，我每天只想我。那菩萨呢，他们的这个等级更越高呢，就像宣化上人，我没有办法，我找不到一个时间，他在想他自己。当他的命快终的时候，他很年轻就死了。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有非常忍受非常大的痛苦，但他从来没有停止，救度众生。我第一次见他是问他这个想要出家。他当时已经很这个就是已经病很重。我去了他的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在 West Covina， 不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地方。他们给了他两座这个连排屋，在同一条街上，给他和他的这个他的弟子来照顾他。然后我想要去见他，他出来，他病非常重，他走路都很困难，但是他还是穿上他的袈裟，非常的这个尊重别人。你看他没有任何东西来，他没有任何需要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病很重的人，你可能会觉得我就不穿这个袈裟了，因为要花很大的这个力气。但没有，他穿这个袈裟，然后把这个袍子都穿好，你可以从他的走路方式看出来，他这个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从来没有这个显露出就是他在忍受这个痛苦。我跟他讲了几分钟，我都不记得说了什么，然后他微笑，然后他举起他的手。我发现他的这个手上只有这个皮和骨头，他的这个手上没有，除了这个只剩下这个皮了。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骨头的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我从来没办法从我脑海中抹去的一个时刻，就是他到死都在这个帮助别人。所以这就是这个菩萨做的事情，
当你遇到这样的人，那你就看到这个摩诃萨的这个境界，这个修行。所以你说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法身，指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佛，因为这个毗卢遮那佛是这个佛的法身，所以你知道的这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这些都是他们有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法门。比如说阿弥陀佛，他的法门是创造一个净土，把我们带到那里，给我们这个一个安全的环境。那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门是这个受苦和这个不洁净的环境。那他们修这个菩萨，最后都可以成为这个毗卢遮那佛。这清不清楚？所以一旦你成佛了以后呢，在你这个修菩萨行中所遇到的这些众生，他们就可以他们就可以跟所有的佛有这个缘分。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宣化上人这里种了福，到宣化上人成佛以后，你就可以在任何一个佛那里就是兑换你的这个福报，以四摄事而成摄受。这里呢是说，当你修这个菩萨恨的时候，你怎么样帮助这个众生，比如说怎么样帮他们变得有钱，那菩萨怎么做呢？他们修这个四摄法，以前会翻译成就怎么样吸引这个众生摄事。他们菩萨做的事情呢，他们所有做的事情是为了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个法中去，带到这个道上去，带到这个修行的路上去。所以用哪四种方式呢？你这个跟比如说我长大的时候有这个卡内基梅隆卡内基写的这个书，怎么样这个得到这个朋友和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年轻这一代现在是怎么样，但我长大的时候，那个真的是跟圣经一样。直到我学这个四摄法，我发现这个尼尔卡内基还有很多可以学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大乘佛教和这个世间的这个法的这个区别。我以前真的是这个尼尔卡内基的这个弟子，就是我在想我能怎么做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并且能够影响他人。但是跟这个四摄法比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幼稚。它有四种摄受别人的方法，跟别人产生这个好的这个缘分的方法。第一个布施，你必须要给别人，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拿。如果你是一个领导领袖，如果你现在还不是领导，等你到了这个领导的这个位置就不一样，因为你现在的职责是为了这个能够这个
能够这个，就是帮助别人，就是大公司现在就觉得你这个，你这个，经理的职位是为了这个做出这个产品，但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重要的是帮助你的这个员工能够在这个环境下这个成长。所以像你如果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比如像苹果，苹果以前有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设计芯片的这个工程师，比他的这个竞争对手要厉害很多。比如说他的竞争对手之一是这个圣地亚哥的这个公司叫做高通，也明显都不是这个股票投资的人。那苹果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工程师呢，其实要比他们的这个竞争对手都要厉害很多。但最后呢，他们很重要的工程师呢都被高通给挖走了，和其他的公司给挖走了。所以现在呢，苹果他们就自己就很想研发下一代的芯片呢，就遇到很多困难。就是因为呢，他们的这个管理层没有照顾他们的这个员工。尤其你想一个这么，特别是你想想这些公司这么成功这么富有，你就应该把你的这些资产的重要性排排序。特别是你想想这些公司这么成功，就是要给出去物质上的东西，三种不同的布施，财布施，外在的布施，你的内脏，你的眼球。把布施，你把佛教的智慧解释给他人，还有无为布施，就是中国人没有指出，没有向他们的弟子们指出来的。如果你们不做无畏布施的话，你们不可能成为觉悟之人。这个就是宣化上人的弟子们所的情况。恒定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我最开始加入的时候我在哪里读到恒定呢，已经几十年就是自己独自修行了，在香港，在宣化上人的一个寺院里，宣化上人在他的一次讲法中讲到，恒定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受到三个这个魔王的进攻，他自己在独自修行，受到三个魔王的进攻，我无法用信给他回复，我一定要打电话跟他讲。That's necessary. All right? Buddha said so. If it weren't important, Buddha wouldn't have taught us to practice the giving of fearlessness. 这里的一点呢是，这个人Personally, I don't understand 他并没有why the Chinese keep on 修行足够的这个无畏布施，所以呢魔鬼就来迷惑他，吓唬他。Yes, the Buddha said, giving a dharma is by far number one. 大多数的小圣之人所不明白的秘密，他们不能够理解。所以佛以他的智慧说，你们要修布施的时候，也要修无畏布施。不仅仅是钱，不仅仅是给出这个说话，同时呢，当人们不害怕不安全的时候呢，要让他们舒服，要让他们安全，这是你应该做的，这是必要的。It's number one. So give. 好吗？佛是这样说的。Give like kids.They taught to share, 如果不重要的话，佛不会教我们的。Did they teach you how to share yet?
个人来讲呢，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在讲法布施是第一的。在我看来，所有的三项都是第一。No, he says no. 是的，佛说了， Forget it. 法布施是第一个。但是从使用的角度，在我看来，三个都是第一个。如果是我要修行布施的话，我就要布施同等的修行三种布施。如果有机会布施外在的东西，那么我就去布施。如果有机会布施法，我就布施。如果有机会无畏布施，我就布施。而不是说我不要花时间，我不要花精力去修行财布施，因为我的法非常高级，所以我就只修法布施。所以呢，要布施，你要交朋友，你就去布施。像孩子们，他们喜欢分享，对吧？凯要还没有教他如何分享呢。孩子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要教他们一起分享玩具。他说不。YouTube。Cordelia 的提问，昨天您讲到这些小舍利子代表你的弟子们，当我们得到了这个小舍利子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又意味着什么？师父说我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想问我更多的问题，我就会说我不知道。Just kidding. Okay. 也许他们是你的弟子们，也许是他们是你未来的弟子们，也许他们从你的支持中获得好处。我不知道，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记得我读到过一个中国报纸中文报纸上的文章，讲到他们发现了一个1000年的寺院里发现了一个。雅舍利呢有24个小的 baby 舍利子，小舍利子。那么这个寺庙呢，就因为这个雅舍利和22个小舍利子而著名了。人们说啊，佛法太殊胜了。Very important.In contrast, you want to, you know, to turn someone away. 为什么美国人？如何？中国人不一样，我们都是用，我们做什么都是批发，大卖。You loser,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最终呢 ？Number three. 第二，利恒。第二种是爱语。Okay, again, this is. 那看到吗？这里有一个顺序，你先要布施。因为你说我只是对大家好，向你说好听的爱语，那么他会像耳朵聋了一样。首先呢，你要有布施，所以呢，很多人被指责就是说他只会说，因为他们就会只是说，他们没有做。那么这个布施呢，就是做，不仅仅要说。所以爱语。相比之下呢，如果你想要拒绝某一个人的话，你就不要说爱语了。你要觉得不想射受他，那就说你是一个术家，就说类似的话。第三种，利恒。同处 here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you pretend 菩萨们 the same thing. 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作为，所作所为的精髓精华所在。You set a target, you seek them out, you draw near them. 就是利恒，就是要利益他人。Get them to do the same thing, go see the same movie. 就是你把他人放在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位置上。Do the same things. 你的位置排得越靠后。And so forth. Okay. And that's what you do.
你的力恒做的就越好。第四种，同事，我对于这个翻译呢是有一点挣扎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帮助我。我把佛教字典里的解释放在这里，也许你能够帮助我们拿出一个更好的翻译。同事在这里指的是If they cannot do this, what those 要假装和他们做一样的事情。你去，你找一个目标，然后呢，接近他们，让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去看同一个电影，去酒馆，去博物馆，和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就像甚至于加入同一家同一间公司，当你还没有技能的时候可以做这个事情。菩萨们呢则更先进，他们意识到他们以众生为帮助的目标，他们用很多的方便，方便指的是这种的做法，是由高水平的菩萨们做的，而低较低水平的菩萨们呢，可能做还无法做得到。如果他们做不到方便的话，这些菩萨们做什么呢 ？That's what that the hallmarks of superior people. They're not afraid. 他们就留在他们寺院的这个。四面墙之下。They're not afraid of failures at all. Each time they fail, 因为他们还不能够修，还没有这个智慧这么做。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呢？做不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在安全的地方。而菩萨们要有足够多的智慧，要足够厚的皮肤。你走出去的时候。人们会诽谤你，向你射击你，向你射击，伤害你。你的皮要足够厚，这一切都不会困扰你。所有这些障碍、挑战，你都不为所动。你们看到了吗？这是。超凡脱俗的人的特点，他们不害怕困难，他们不害怕失败，完全不怕。每一次失败，他们都变得更为强大。每一次受到伤害，他们都不会说：“哦，这太过分了，我受不了了。”他们会重新站起来，就像是一个拳击手被打了以后，他们跌落在地上。One, two， 在十之前，他们就会站起来。这就是菩萨们所做的，他们不放弃，你要杀掉他们才行。Expose myself, then you never grow. You understand?We learn because we have a need to improve. If we have no need to improve, we will not improve. 菩萨屈服，没有人可以让宣化上人屈服。宣化上人说：“你得先把我杀了。” That's why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Bodhisattva practice. You cannot become a Buddha. 这些菩萨们，这些菩萨横，如果你选择要安全，要在四面墙，你的这个寺院的院子里的。四面墙之下，那么人们就要按照你的这个条件来做，那这就不是同事。同事要求你走出你的舒适区，走到外面来，要敢于去提供葬礼服务，知道鬼呢会跳在你的背上和你一块回来。然后你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要学习如何处理。那你不会说，不不不，我不要让我自己暴露在鬼的这个境界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会学到。我们学习是因为我们有必要要进步。
如果我们没有进步的必要，我们不会进步的。所以这是菩萨行的精髓。Expect anything in return. 你不修同事的话，你不可能成佛。Any demands, you can't do that. Then you are not practicing. 你成为同事，你接近众生，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受苦。You should pay me for the food. 和他们一起在战壕里，留在战壕里。你不会说哈哈哈，不不不，我不需要再做这个了。现在我是重要的人物了。San Jose is $20. It's insane. 同事不意味着这是交易性的，意思是你来到我的寺院里，你得为我做些事情，然后呢，我可以给你别以给你些东西作为回报。这不是同事。同事是你没有任何预期，没有任何期待。嗯，菩萨永远不会期待有任何回报，不要，他不会提出任何要求。如果你不能够做到，那么你就不是在修行菩萨行。因为你太计较了，我给你食物，我给你吃的，那么你就要因为这个吃的给我付钱，真的吗？现在午餐多少钱？你在数。申和赛是$20吗？这太疯狂了。在我最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午餐要花1.75块，还包括一瓶可乐，那是很久很久之前了。好，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女尼来说，预期期待弟子们回报，那就是太计较了，太丑陋了。但我在我师父的寺院里，他们非常富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捐款。你不需要支付任何东西，为任何东西付钱。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So anyway, how do we get there? So the Bodhisattvas who 台湾人呢会给他们好多的钱，特别是在万佛城。获得了很多台湾的慷慨的捐款，但是有人就说要因为食宿要收钱。Same environment. So, for example, they want to save a human being. 政府都不收你的这个房地产税，和欧洲是不一样的。在欧洲呢，每一次。捐款你都要收，都要收你的费，收税。可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却数着按分来数钱。如果你这样计较的话，那么你就丝毫没有任何的智慧。大家有问题吗？There's a boy, 菩萨们 you know, manifest a boy come and play with you so that he can teach you. And 这是菩萨行的特点。And they manifest, 他们用他们的智慧，他们用神通。Chan here is to receive benefits, 示现。Meaning that they 同样的环境，比如说他们如果想要救一个人，他们就来到娑婆世界成为一个人。Non-transactional, you give, that's it.
接近这些他们要救的人。比如说在这个普门品里，在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里，观音他就是修同圣同事，他有33种化身，他可以任意的化身视线为一个人，视线为一个天人阿修罗比丘人男孩，他可以视线为一个男孩和你一起玩教你。他们视线出利恒。在这里呢就是 receive, 沾就是 receive, 意思是他们要做事情来给你带来利益而不要求任何回报，记得吗？这就是非交易性的，你只要给就行了，不要期待有任何回报。所以 what is slander? 占利益就是要从你这里获得利益，个人从，但是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你从修行中获得利益，这对你来说从长期来看是最大的利益。所以这是四摄士，在我们的寺院里我很自豪地告诉你，我们有这样的视线立恒。一一佛说，如是众善根时皆以善摄种种方便，这是我们教化成熟，令其安立一切之道。我们虽然还没有做第四种，可是我们已经有第三种了。21 YouTube Brady 问，So 如果一个人没有多少自我，是不是还会被诽谤呢？对不说诽谤是什么意思？你需要先有一个自我，然后才会被诽谤吗？ It's not necessarily the wise people. 没有自我的人也可以被诽谤。You need to have a high level enough of enlightenment before you know and you understand expedience that you can use expedience in your work. Okay, again, it shows if you don't have experience, you hide. You don't go out. Excuse me. Okay? So, they have the Buddhas in the Bodhisattvas, they use various expedients. 前世. Okay, to. 所以修菩萨恨. To teach. 要求. Transform.有足够的智慧，你要用各种方便。To teach is 未必是就明智的人有方便，你需要有足够高水平的觉悟，这时候你才能够了解和理解方便，然后在你的工作中使用方便。And your students are still the same as before. 这一切呢都能够是很明显的。当你没有方便的时候，别人是能够看出来的。Like the externalists, for example, they teach their disciples, and the disciples, the followers, have higher levels of samadhi, but their nature are not transformed. 用种种的方便。As a result, as these disciples progress along, they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undo the damage. 教化成熟 And so to transform here, primarily to transform your nature, 就是提供给他们知识 make it become more good 化就是要 as you progress. 改变他们
让他们变成更好的人。The higher you progress, your nature 你教 becomes gooder. 可是如果你的学生们还和以前一样，或者他们看起来似乎好了，其实是更糟糕了。那些外道们，他们教他们的弟子们，他们的弟子们，他们的追随者们，有了更高水平的定。可是他们的性质本性没有得到转化，没有得到变化。Samadhi level is not enough. 所以这些弟子们在教化。随着他这些弟子们取得进步，这样的危害很难被破除。所以化在这里主要是把你的性质变化过来，使你随着进步，你的性质越来越善。性，你越进步，你的性就越善。有非常清晰的标准。就话而言，有非常清晰的标准，它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话就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善。这是进步的标准，定力本身并不够，在你内在也要有转化。中国人非常重视。你要教给他们知识，同时呢还要转变他们，转变他们的内心。仅仅知道是不够的，你要做事情来改变你自己，清楚吗？We all have these called seeds. Seeds are 教还不够，话呢要求。We create a karma through our body, our mouth, our 知识和方法、技术。I want to help the world.That's a good seed in your consciousness, the Alaya consciousness, 好吗 eighth consciousness, and for that seed, it stays there. 被过分重视了 until it's matured. 浇化 Is that clear? Just like farming. 成熟 So we teach you, 成熟意味着意思是 for example, we teach you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good things. 他们实际上 Okay? 帮助 and show you how to do it. 这个事情呢发生的更快一些。Okay. So every time you do that, you create karmas, good karmas. That's how 我们看到的是善的种子和坏的种子混在一起。我们就是这样。你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不管是男女老幼，肤色如何，我们都有这些种子。The Bodhisattva also 我们每一次造个。身口意造业的时候升起一个念头我要帮助世界这在你的识里头在你的阿赖耶识中种下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会留在那里直到它成熟了清楚吗就像是种地所以我们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教你们做善事的重是很重要的。要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你们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制造了善业这样你们就种下了善的种子。一旦你有了种子我们还要让你的种子更快成熟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种子好的种子坏的种子。Is there a question? 所以呢，这是非常积极的。菩萨们也帮助这些在过去种下的善的种子要快速成熟，这样你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机会来成功。所以呢，这是很复杂的，不简简单单的是你为他们。给他们穿衣服吃饱穿暖然后把他们送到学校里然后说孩子们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快乐不是这么简单 YouTube
Okay, so the question is, I'm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Chinese. 师傅，我注意到 the question was submitted in Chinese. Yes. 我把这个吃亏和 English 作为成为受害者混在一起。成为受害者呢，意思是我没有选择。Yeah, her understanding is correct. The word, the choice of gambling. 吃亏呢，是我选择去承受损失。I can't help you. 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 okay, 成为一个受害者和吃亏的区别是什么？师父说，哦，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你已经给了我回答了，你为什么要问我？ Taking a loss is proactive. We choose. It's a personal choice. 那么他的这个思考是对的吗？ That's all. 他这样理解，吃亏和成为受害者是对的吗？ Right. So, 师父说，这个问题是用中文提的，对吗？ Mature. 他用英文提的。这是一个中国人。I didn't pay attention this word here. Mature is such a thing as. 师父说开玩笑。Sorry. 他的理解是对的。微梦。Thank you, Master. Your talk about. 他选择的词汇，是不太对的。可是他的理解很对。你已经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我也不能 比你回答的更好了。有没有人能够给一个更好的回答呢？吃亏呢是积极的选择，我们个人做出选择，成为受害者是你没有办法选择，就是这样。Beats me because my teacher did, you know, deserted me. So you asked the wrong guy. 教化成熟，成熟在这里。It's too complicated. Okay. It's very difficult to give you a formula of six for maturate 这个东西吗？ The simple thing for me is to tell you pray to Master Xuan Hua. 抱歉，我没有去pray to him. 核实。Hey, I want to be a better teacher than this. 谢谢师父。Okay. And hopefully someday it'll happen. 你谈到了四摄受，我有一个问题。Master Xuan Hua, please, I need a better teacher. 如果你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很高级别的老师，是一个菩萨。Master Xuan Hua, being a great Bodhisattva, will have. 如果你还想再找一个更高水平的老师，那么你如何能够 and maturate the you 获得福报？即便你是一个低水平的人，能够得到一个好老师，他有什么样的缘分？师父说你击败了我，你打败了我，我的老师抛弃了我，你问错，你找错人问这个问题了。师父说太复杂了。很难给你一个成功的公式。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就是向宣化上人祈祷，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老师。也许有一天会发生这个事，那么你就向宣化上人祈祷，然后你又种下种子。宣化上人是一个大菩萨，那么他就要想办法教你、教化你，让你的种子成熟。So these beings, 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专长。To transform, teach, transform, and maturate these beings. 他们让你在过去种下的善的种子、好的种子成熟。I look at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所以要了解这一点，你需要种下种子。Suspect eyes. 你不仅仅需要种下种子，你还需要转化你自己。Off guard in these.向善接近，做更多的善，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然后你才会有机会得到帮助，让这些种子成熟，让你
在以前种下的种子成熟起来。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不像是做寿司可以有一个配方。所以这些教化成熟，有没有人能够查一下有 maturate 这个词吗？ Mature the good roots, not mature people. That's why I struggle. 读到这些英文翻译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怀疑。We need to elaborate a little bit more on the maturate. Maturate is not like make them grow older and become of age or something. 常常我会发现他们用一些可疑的词，并没有考虑到英文母语的人的习惯。Come to fruition, you cannot cultivate, you cannot succeed, you cannot make progress. This is what happens. This is why people don't make progress in their spiritual practice. Number one, maturate 就是mature 或者是使他成熟。这是一个漂亮的词。Number two, they learn the wrong technique.Transform. 师父说谢谢。It's magic.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成熟。Make something happen. And when it's 在这里指的是 magic there. Okay. There's, 你要让善根成熟，不是让这些人成熟。So you need to transform. 所以我有一点 finally you have to 挣扎。Bring to maturity the good seeds. Maturate 不是要让他们变得更老，上了年纪。Maturate 是指的那些善的种子能够成熟成结果。如果那些你所做的好的事情不成熟的话，你不可能取得进步。这是教化成熟。有些人在他们的修行中没有进步，有原因，第一个呢是他们学的东西学错了，第二个他们学到的技术学错了。话是魔术般的事情，你要做事情让这些事情发生，这是非常具体的知识。所以你需要去画。最后呢，Don't say that I'm, you know, I'm important. I'm the best. Yeah, you may be the best among the. 以往种下的善根成熟。But can you teach? Can you transform? Can you mature? This is the gold standard. 超越你自己的局限。Be more humble. 看到佛教是多么的确切吗？精确吗？他们在经文中很随意的讲教化成熟。Anyway, 他们用这些表达呢，非常经常的用这些表达，但是解释的不够充分。Since when you have to plant good roots? 所以中国的弟子们、韩国的法师们，在他们觉悟之后，他们说：“我已经成功了。”可是呢，他们还不会做这个教化成熟的工作。我们是有标准的。You see the nonsense translation show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all. 我很重要，我是最好的。Yeah, 你可能是最好的。So you hear Buddha, 你可能是平庸的人里头最好的。可是你能不能教？能不能化？你能不能成熟？这是黄金标准。要更谦卑一些。一意佛所，is means that wherever 无论如何，这些众生呢，已经和很多的佛都种下了善根。That's what it means. It doesn't mean you plan in their presence. So the question then, 一意佛所种善根时 if you are from.Then you could ask is so
一一佛所是讲的你要在佛的面前种善根吗？ I'll give you the answer. Tell me a place where there's no Buddha. In the presence of Buddha. Buddhas are everywhere. 你要走到佛面前才去才能够种善根吗？可是如果你不能够旅行很远怎么办呢？ They're here in the parking lot.They're also in LA, they're also in Beijing, they're also everywhere. 意思是一一佛所 meaning Buddha is everywhere. 无论诸佛在哪里，每一尊佛在哪里，你都 San Diego, 在这个佛那里种善根，并不是佛要在你的面前。所以你可以问的一个问题是 So what does it mean 一一佛所 meaning that,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人，你可以问。Here, they make 那么，如何在一个佛所那里种善根呢？ Right、there, 那我可以告诉你， when you see Buddhas, you 给你一个回答。你告诉我一个地方， but, 告诉我一个没有佛的地方。You know how Buddhas became 佛在无所不在，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在你的。You see Buddha make offering Buddha. 在你的 When you see Bodhisattva, what are you doing? 在这里在 You wait until you see a Buddha to make offerings? 在停车场 No, 也在旧金山也在北京 then, 他们在任何地方 become 一一佛所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有佛 I rest my case 韩国越南 San Diego Okay?我们寺院的邻居的房子那里，在任何地方。一一佛所 here, I would translate as 一一佛所。Each and every. 他们听到了这个佛在这里，他们就要去供养。Person you have a chance to encounter, that's each and every. 这就是在那里，这就是一个法门。当你见到佛，你就要去供养。It's not meant for you, hey, only make offering to the Buddhas and we Bodhisattva go hungry.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us in my profession. 你们知道佛怎么样成为佛吗？ Ask the Vietnamese, they will tell you. Master is supposed to be very poor. 他们原来是菩萨，所以呢，你要 ask her. 你也要向菩萨供养。You have to be at least a monk for 40 years. 然后你要问菩萨是怎么成为菩萨的来着？ The Chinese system.30 years. 那我已经证明了我要说的。And until then, we all starve to death. We're not supposed to, you're not deserve, we don't deserve to make offering, to receive offerings. So the monks in my master, Vietnamese master's temple, you know how we survive? 一一佛所 going to school, getting a loan. 我把它翻译成 each and every Buddha. Okay, that will help us pay for the car.The car payments and so forth. 意思就是你有机会遇到的任何一个人，你去供养，那就是在未来的每一个佛。You're not a senior monk. What did you do for me? 这并不是意味着让你们。What do you mean? Yeah. 只向佛供养，然后让我们菩萨们挨饿。你们可以问越南人。越南人说，师父就应该是很穷的，他就配这样。So, 猫咪说了 so that's 你至少要做僧人做40年，然后他们才会供养你。在中国的体系里呢，是30年。Each one Buddha after another, meaning one. 直到那个在那个30年之前呢，我们都会被饿死。That's 我们不配 the biggest sense of 接受供养，所以。在我的越南老师的寺院里，僧人们如何 ？Okay, here's what happened. 如何活下来呢 ？This is what we do. 去 make offerings. 去 each and every living being we encounter. Okay, and once you become a bodhisattva, eventually, 去借款。They go and 通常的越南人非常的顽强。你不是一个资深的和尚，你能给我做什么？所以他们呢就去做，在做一些其他的工作。Do every single one. It has double meanings. Okay.
一佛所, so that they all became securely established on the path to all wisdom. 是一个众生在供养一个众生之后再去供养另外一个众生。这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个词的更大的意思。但是因为他们是菩萨，所以呢，这是菩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就是去供养给每一个众生。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共生众生，一旦你最终成为了一个菩萨，那么他们就去去佛那里去供养。比如说他们去参加佛的讲座，他们去拿着花礼佛。I can't ask you questions. It's okay for you to ask me questions. When I ask you questions, you all are quiet. 并且安利一切智道。I hope someone answers you. Yes, Green. Five. 对菩萨们而言，他们意识到供养佛。You make offerings to Buddhas by helping Buddhas rescue living beings. 他们的供养最大的效用，他们有智慧。他们说，如果我要成为佛，我就要去供养佛。So your answer by saving living beings is not precise enough. You have to help Buddhas save living beings because each transformation Buddha has their own Dharma doors. Amitabha Buddha is you help Amitabha Buddha bring living beings to the Pure Land. 我当我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都很安静。He says, you do that by reciting my name, 都想着别人可以回答。By reciting my mantra, by reciting the Amitabha Sutra and so forth.But you go to Medicine Master Buddha, then you teach Medicine Master Buddha mantra, you teach Medicine Master repents, and so forth. Is that clear? 的方法就是帮助佛救助众生。Right? Anli, 一切智道。So,Anli here is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 way, but what they do is creating their own lane on the freeway. 不够精确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who become a Buddha one these days, and their Dharma, 都有他们自己的法门。Oh my God, you guys are not fighting tonight. 阿弥陀佛，是你要帮助阿弥陀佛，把众生。带到净度。Okay, so 如何做到呢？念诵我的佛名，念诵我的咒，念诵阿弥陀经。Establishing your own pathways to Buddhahood. 要师佛呢，你就教。And this is your Dharma door. 要师佛咒，要师佛忏，等等，清楚吗？The Avatamsaka Sutra. 这个就是我们服务。祝佛的方法 it has so many different dimensions 安利 that the more you read it the more you improve 安利在这里呢不仅仅是 established 而且呢要在他们也有了一条通向佛的成佛道路的一个道有一条小道师父说你们今天晚上不打架了吗Cultivate is okay. But Chungye is actually planted. Okay? They have planted limitless goodness. Okay? How do you plant limitless goodness? 建立起你自己的By doing good things. 一条路这就成为了你的 All sorts of good things. Small things.
big things, 大方广佛 unimportant things, anything that's good, you still do. 有非常多的洞见。Is it clear? 它有很 That's why it's called limitless. 它讲到了 太多的方方面面。And 你读的越多，你进步就越多，你欣赏到的就越多，非常的令人着迷。We never say it's enough already. That's why your mind is geared towards, is this enough? Is this enough? Is it, yeah, I score some points now? Huh? Did you pay attention now? Did he notice me? Huh? Did the Buddha notice me now? Huh? So, Wu Liang is limitless, meaning you keep on planting and planting. You don't keep score. Wu Liang is countless, meaning that you don't keep score at all. 无量善，如何种无量善呢？要做各种各样的善事，大的事情、小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任何只要是好的、善的事情，你就去做，清楚吗？所以叫无量善。你做各种各样的善事。然后才怎么着，还会还需要什么？祸众大福啊 ，and 我们不会去说，不会说已经够了。细入于所以呢，你的心，and 就在想着这够了没有？我是不是得了一些分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注意到？佛有没有看到我呢？注意到我呢？So meaning the sea of experience and vows, meaning that 意味着你不断的去种，不断的去种，无量就是数不清的。你根本就不去数。Make vows and say I'm gonna, you know, do better and better. 你们中很多人就会说：“哦，我的天啊，这太难了。”We talked once. We talked about concurrent arising. 我连三个小时都做不了，现在我要去做无量善。You make a vast vow.This is vow dharma. Dharma says, the worldly thinking is that don't make a goal that you cannot accomplish. We Mahayana says exact opposite. We make goals we cannot accomplish. Why? Because then, as we make these unreasonable goals, big goals, eventually in the future, we'll accomplish them. 所有的在这个水平上的菩萨们，他们都在用方便。Never mind, it's okay. It's okay. 24. Their practices were pure and complete. They skillfully gained transcendence by means of the path of escape. 意思是他们用越来越多的方便。如果不够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发愿说我要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记得我们有一次谈到了。等起，那就是在那里，那个就是愿。你发一个大愿，这是愿的法门。世间的思索，就是说你不要去发那些你做不了的愿。而大圣的我们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去发大愿。어제법문중当我们设了这些很大的，看起来。不合道理的目标，最终在未来我们能够成就它。这就叫做等所，这是佛的智慧，佛教的智慧。无论如何没有关系。그래도적지않은시간이있는데第二十四그녀에게수행과진전의도움과희망이될만한조언을추가로해주실수있는지요Master, I heard yesterday about Hessen teacher's question and then your answer. Yes. 第二十五，所行之行就是他们所修行的。无论如何，无论他们选择了修行什么样的法门，他们所行的。保罗，请讲。Is there any way you could give her advice for related to making progress and also related to her cultivation? If you feel that she still has time, then you should give her advices.
So it's a kind of funny question. You said, I disagree with you. I feel that you know, you said that she has not much time left, and therefore it's not very good use of her time. And you disagree with it. Then you tell me where you disagree. And most of my disciples agree with me. American disciples. 听到了，讲到了一位老师的问题和您的回答。我在想。Let me explain to you. 我非常担心，并且有一些失望。You know what a curveball is? You Korean play your baseball, right? You have many great pitchers here. 进度之前，他还有一些时间。您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如何修行，如何进步？师父说，你觉得如何？他还有时间的话，那你就要给他建议，这是有意思的。Okay, so 你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说他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呢，不是很好的。Remember, I never forget nor forgive.这个没有这不是很好的使用时间的方法。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可以The point here 提出了你的看法。我的大多数的美国弟子们都同意我的观点。And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do. Then actually, what I'm telling you is I'm challenging you. 让我来解释给你。这是一个有曲线的球。你知道什么叫你们韩国人玩垒球吗？Instead, you say, "I disagree with you." 这个问题是入书提的。I'm only 97. Master 루슈에게답변이었습니다동의하지않는것은아닙니다제가마스터의답변에의심을가지는것은아닌데그답변에듣고마음이아파서혹시나이렇게답변이왔습니다그리고혜순선생님한테도답변이왔는데저는다동의하는데요라고답변이왔습니다如果我说了什么我说啊你做不到那么你该做什么呢你要做这些实际上呢我跟你讲的是我在挑战你 But you don't agree. I would call it 那就是一个法门The Koreans are English, the Americans 先做那个如果你做到了你可以回来跟我说 Sorry, 我做到了我还能做点别的不 I'm argumentative tonight. I feel I don't know, defensive for some reason. 实际上你又说我和你不，我和你观点不同，我还有很多时间，我只有93岁而已。예, 예입수님이덧붙여서그래도혹시나용기를얻을조언이있을까싶어서질문을해보고싶었다고다시말했습니다 Explain to her it's Christmas day here, Christmas night here. Never mind. Translation. So after I heard that answer, it kind of hurt me. So maybe I thought maybe perhaps another way to help her and maybe give her a present. And there's another answer from teacher. She says I agree what master said. 我没有疑虑，师傅说，但是你并不同意。You only talk. 师傅说，韩国人说的英文和美国人说的英文不一样。抱歉，你接着说。我今天晚上喜欢争论。Yes, yes, 我感觉我要为自己辩驳。Okay. Rushu, you know, that's your lesson. 有太多的人，还有网上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网上，我不想要丢脸。Because I told you, I'm known to lie. The answer was for Hasun, not for you.师父说，显然他觉得今天是这个圣诞之夜。翻译，在我听到了您的回答，我受到了伤害。我觉得也许还有其他的帮助他的办法，鼓励他。But
海森 teacher 回答说，我同意师父所说的。About the answers are usually geared to a specific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非常好。Okay, so you don't want to jump into conclusion. 入书，这就是你的教训。有的时候你不能够只把这个文字从表面上的意思来理解。我告诉过你，我是会说谎的。这个回答是提供给黑松的，不是给你的。所以你失望了，你的心情，你的感情受到伤害，我很遗憾。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老师。当然你也可以随时回来，因为我这次让你失望了。可是呢，你要小心。You too. Master, 回答通常是针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一组人。所以不要匆忙地得出结论，你要等一下，而不要烦恼。你不应该有任何烦恼。你说，我烦恼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不过你问了问题，就是正确的一件事情。顺便说一下，你们提问呢非常重要，我非常强调。如果你们受到了困扰，请提问题。那么最坏的不过就是，我会朝你射击，看看你的皮肤有多么厚。陆叔，你现在还好吗？我们还是朋友吗？YouTube。Okay, 26. 师父，当有人要求我分享一些对别人有帮助的故事的时候，在我最开始的时候，师父呢比较冷淡，他告诉我要做一个小时，然后我就回到家里做了一个小时。下一周我回来，我跟师父说，我做好了一个小时，师父说你做两个小时。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去做，而不是去试图讲啊理解。So it's like it means that whatever they do. 然后呢，我才慢慢的得到了师父的一些分享。师父说，我不记得了，特别是。It's not like you look at the Buddha all day long. The better things. 其中呢有、like、有一部分。Movies, there's choir at the cathedral.天华上人以前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考验，要看看你怎么做。It's nice. I mean, I appreciate all the work you put in. But it's disappointing.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more meaningful. I'm disappointed here in Northern California. I'm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that's my home. Okay. 这是很好的翻译。But it's.For me, Southern California, I've been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from the local spirits there and local residents. Every time Christmas for m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s a very special. Everyone is so peaceful. 无论他们做什么 everyone is like I used to go to a French school where Noel or 不是像你们这样看着佛。就像这个 007 电影 How do you say? 或者是大教堂里的唱诗班 okay, 有没有人昨天晚上去了 okay, French, Noel 对我个人来说很失望 Known in French as Paix sur la terre, peace on earth 我赞赏你们所投入的工作 okay, so, 可是呢 special because I,令人失望我本来期待着能够有更有意义的我失望的是在这里被北加州我是来自于南加州我在这里算是外地人我在南加州很久了
我非常感激当地的居民和当地的精神。每一次的圣诞节在南加州都是非常特别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宁静。我以前上法语高中，法国高中。That's the only time during the year where it felt so peaceful wherever I wen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wear to God. So every Christmas for me is very special. No, I loved it. 法文里, I said, well, at least they do this right. Okay? Peace on earth. When on our big days, what is our big day? Buddhism, Ulambana, or...Buddha's birthday and whatever. 在我开始教学之后 no different. 圣诞节的时候 Whereas, 我会注意到有一天晚上呢我开车出去就是圣诞前夜和圣诞节我都会我那次都开车出去去看灯 4 hours for 12 hours they drop everything and they made peace 在这个洛杉矶城 It's beautiful. 他们会有这些灯 How can I harvest this? 我开车出去 Bottle it and sell it to the Buddhists. 我并没有注意太注意可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非常的宁静人们感觉非常的宁静那是一年中唯一的一次无论我到哪里去在南加州所见之处人们都非常宁静所以呢每一个圣诞节对我来说都是特别的我非常喜欢圣诞节我觉得至少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而我们的大日子在佛教中我们的大日子是什么佛浴佛日对吧我感觉没有什么不同是同样的而他们的圣诞节由于某一种原因他们变了就在那一天那个二十四个小时里十二个小时里他们放下了一切大家处在祥和宁静中非常美丽 Serious 我如何把它收藏起来放在瓶子里把它卖给佛教徒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到了北边来今年我们有这么多你们有这么多人大家一起修行我说好让我带你们去那里让你们去体验一下那里的宁静这样呢你们就不会再互相打架了孩子们你还有没有你们还有没有打架呀不要打架好吗是圣诞节我们去了那里去了这个大教堂非常好的一个大教堂在那里宁静的这个感受非常的少这只是浮浅非常浮浅而在南加州它就在街上在任何你所到之处特别是白人所在的社区真的 talking about the average man, average person, 也许在北部呢北加州是比较亚洲的 How did manage that? I don't 也许黄种人在圣何塞 we have superior better wisdom, 圣何塞这个城中心区 meditation, everything, we can't get our people to stop fighting for one day. 你想和宁静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我所在的社区的这个 How about Koreans? 白种人 Is it Vietnam? Is it the same in Vietnam? 他们把所有的争吵怒意都放下如此之宁静祥和 It's peace on earth. Peace on Southern California. 微山寺 Fascinating to me. 师父这是 Sarah. Downtown San Jose. 我同意您的观法看法我还有另外一个人还有我们家在这个城里转了转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突然这么宁静师父说是的但是你在的区比我的区更好不算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普通人他们就变得非常宁静他们能够如何能够做到我并不还不明白我们有更好的智慧我们有超凡脱俗的禅修可是我们并不能让我们的人们即便在一天里停止争斗
越南，圣地亚哥怎么样？南加州。I'm not peaceful, I'm just hungry. 由于某种原因，就是我们就能够看到在南加州一切祥和宁静，非常令我着迷。而在圣何塞的城中心区，7 tomorrow morning. Oh, wow. So you're going home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Going home, next Sunday. Next Sunday. 维山寺。14 days. Wow, impressive. Wow, look at that. Yeah.师父 圣地亚哥也是同样的，非常的有神气，非常的神气。每年呢，大家都花很多的功夫，进行圣诞节的装饰。大家开车出来，和大家相互打招呼聊天，非常的宁静。师父说非常好。你是在断食 ？The Buddha.Is a gold standard. 师父说可以听得出来。Everything they do, this is kind of interesting. 我感觉非常宁静。They don't say that my dad used to do that, mom used to do that. It says okay for me to do it. No, it says Buddha. 师父说干得不错。还要。Therefore, they're measuring themselves up the Buddha. 断食几天。That's what. 明天早上就七天了。那你明天要？长进与否回家了吗？ Like、下一周日我再回家。You can get into an accident. 十四天，是不是十四天？了不起。I'm always watching you. Okay, and 分明了 and 分在这里的一对年轻韩国夫妇也应该 也应该断食。可是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他们选择跟随着我。他们说，如果我们断食的话，无法跟随你。好的。Shine the light, until 我们怎么讲到了这里来着 ？It's more than just distinct clarity,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this. 所以佛就是 okay. So what 金色金子标准？ Bodhisattva's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Conduct, 他们不会说我的爸爸以前这样做，我的妈妈以前这样做，我这样做也可以。不，他们说 That's what I want 佛是这样做的。I'm not good enough. 所以呢，他们要 okay 用佛的标准来衡量自己。Clarity,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They don't allow themselves to be confused. 常见于佛，不是他们是 It's not 时时刻刻看着佛。照料 is that 如果你总是看着佛，那你开车可能也会。Anything that happens, 遇到车祸 they 分明照了。照 is they shine the light upon themselves until they understand. So it's a lot more with great clarity, sorry, than and the they simple, shine the light until okay. they understand.、Okay.不仅仅是 distinct clarity, yes, 还有就是他们要理解。这是菩萨行的内容。I just want to comment. This sounds just like such a. 他们把自己和佛相比较，他们说佛是那样的，我也要那样，我还不够好。分明就是明 yes, 明了， exactly. 分明就是 you got it. 清清楚楚的，他们不允许自己迷惑颠倒。Let's say that you hear some noises. 迷惑是不可以的。Okay. 照料 and 是无论发生了什么 what are they, 照 what are they shining a light upon? 任何发生的事情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now 照就是他们把光 we hear the noise, 他们自己用这个光去照 the ears, unwanted sounds 直到他们明了 sounds are not supposed to be there what happens to you? You? 所以呢 annoyed, 有 aren't you? 很多的包含着很多的内容，不是这么简单的翻译就涵盖的。好，北加州的居民。What kind of temple is this? Are they Asian or are they white? How old are they? So on. Their parents don't teach them or something. You know, all sorts of things. Boils down to you afflicted. And so the child here is to shine the light upon. 我就想说，这个分明照料很了不起。你用光照了你自己，然后你就明确了、明白了。师父说是的，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噪音，照，
他们照用光照什么呢？ The secret code here in Buddhism, when 我想的就是现在。When the Mahayana practitioner they understand this, 当你听到了这里的那噪音，你的耳朵里所听到的不想要的声音，本来不应该在那里的声音，那你会发生什么呢？ But if I were to explain it to you, see how much work it is to have to translate all of this? 你有一点恼火，是不是？你说我听不到了。然后下一个念头说， take us too long to explain this. 这什么样的寺院呀？ Listen, 分明照了，他们是亚洲人还是白人？他们都有多老了？ Your mind to be clouded, 这些父母们不教孩子吗？所有这些呢，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你烦恼了。So when they have an affliction, you 所以照就是要用光照到你的烦恼， when you afflicted, look yourself, 不是用光照到去看看这是谁， Why you afflicted, 他是什么国籍的 and you look at it, 等等。And when you understand it, then了，所以在佛教中的密码，大圣的修行者他们理解这些。This is the code. 可是他们并不向你们解释，中国人也不向他们自己人解释，所以他们并不明白。如果 so when you're afflicted, you say, 我要向你解释的话，你看，you know, he did not, he did not, 多少的工作还要翻译过来，所以。中国的教导是非常的高超的，分明照了，他们讲到分明照了，分明就是你不允许你自己的心心生 OK? And you say, oh, it's because he did that. 你的心里总是清清楚楚的。 OK, normal people, he did that, how could you? 当你烦恼的时候，Don't you know me better? 那你就要看你自己，不要去责怪他人，这就是照。All the things I did for you. 去照你为什么烦恼了？ Okay. 你看到了，你理解了之后， the trouble is, look at yourself. Why am I afflicted? 就是了。Is it worth being afflicted or not? 是不是很美？ Is when I'm afflicted, guess what happens? 密码。Master chuckles. 这是一个秘密的failed again. 方子。F.Okay, but master, 所以当你们烦恼的时候，你们说是因为他， okay. 他没有，他没有。No. 你在责怪他人。You see that? So the chao. 那不是分明。This is 分明照了。Why am I afflicted? Why? And once you understand, 当发生个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烦恼了，你说哦哦，我烦恼了。For now, 然后你说 you have to go home, 哦，那是因为他做了那件事情。Oh, come on, honey.It's okay. 正常人就会说啊，他做了那个，怎么能呢？你不，你对我没有任何尊重吗？我对你做了这么多好事。네유순님但是你没有这样做，照呢就是要看自己为什么烦恼了。유튜브是不是한국어로듣고있어서답변한시간이좀걸렸습니다如果네답변은이렇습니다我烦恼了，那么才会怎么着？그걸로다행이다답변잘새겨듣겠습니다说又失败了，不及格。可是师父呢，又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Cassin's teacher answered she wasn't able to really respond. 看到这一点了吗？所以照料。So she said, 照就是为什么我烦恼了。And then you answer.一旦你理解了，烦恼就消失了。就现在而言，你要回到家里，你的太太说：“哦，亲爱的，This is Rushu. 没有关系，他不是这个意思。” Rushu, but go ahead. 等等等等，保罗，네，네。Sorry, Master. That's from Rushu, not Hesun. Hesun. Okay, okay. Sorry. Are you still afflicted? Never mind. No. You see how long it would take to explain this phrase here, and, and this is what you get from the Chinese. Hesun 的老师回答说 ，Yes, sir. Six.
不能够马上做出回应，因为他在听韩文的翻译。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我问了，然后您回答了，就是这样。我会记得您的回答。从现在开始我就这样做。Is there anything 这是入数。That's worth getting afflicted? 师父说你听起来不像入数，但是你可以接着说。What are they? Are you asking me personally, or are you talking theory? I'm not talking a person. I mean, it's just something 这是入数。Generally applicable to 师父说那你还烦恼吗 I understand maybe.Varies from 没有关系 but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general that you should you can sort of justify 我们看需要花多长时间来讲解这些词 okay, 这是我们能够从中文里学到的 第六号 justifiable? Can I re-paraphrase 师父您提到 like 当你意识到你烦恼了、yeah. 你去看烦恼的起因然后你意识到为什么会烦恼、acceptable. 你去思考值不值得为此烦恼那么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任何事情 It's a question for everyone. 值得烦恼呢 Do you feel your afflictions are justified? 如果有事情值得我们烦恼 I'm not 那是什么呢 I'm not looking at anyone in particular. 是不是你是问我的个人的问题呢还是你讲的是理论师父说提问的人说我不知道我就想问的是整体上适用于任何一个人我理解呢也许是因人而异但是整体上我们可以觉得让自己烦恼是有充分原因的事情师父说烦恼是不是有充分原因呢我可不可以 okay.重新再问一下 good, 重新 but we want the real details the juice the juicy part 调整你的问题 don't talk me about the real things 烦恼合理吗烦恼可接受吗 specifically what is justifiable that'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有没有这样一种东西叫做理由充分的烦恼 what is justifiable to you 是说这是给每一个人提出的问题你们觉得你们的烦恼是不是理由充分吗 yes 请回答我You, 我没有看任何一个人。No, 请大家都none of the affliction 来讲一讲。Is justifiable. And why are you so afflicted? Because I'm stupid. 阿弥陀佛，师父。Thank you. 我想，师父，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The problem with people is that 是可以偶尔烦恼的，是可以的。They feel it's normal. 好的。The biggest problem they have. 听起来还不错。我们但是我们想要真正的细节。Undesirable. 那些有意思的部分，给我讲一讲。Because that's a general answer. 具体的，哪些是有充分理由的 ？Is that when we're afflicted? 哪些烦恼是可以的 ？We don't even know we're afflicted.We feel it's normal to be afflicted. 第二号。And this 谢谢师父。We practice meditation. We practice spiritual techniques. 没有一种烦恼是 detected. 理由充分的。师父说：“那你为什么还这么烦恼呢？” 提问的人说：“因为我愚痴。” The funming is detected very clearly, very quickly. 照料 is the sooner detected.The quicker you can shine a light upon it, not allow it to grow. What you don't realize, your affliction is multiple. 人们的问题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烦恼了，他觉得自己还很正常，这是最大的问题。一旦你意识到你烦恼了，那么你就知道这是不好的。你 said, you know, 不是你想要的，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一般性的回答。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当我们烦恼的时候，我们甚至于都不知道自己烦恼了。Don't forgive, but never forget either. 我感觉烦恼呢是正常的， I will let it grow, 所以 and grow, and grow. 我们修行
禅修，我们有一修行一些精神具体的技术，以便我们能够很快的发现自己的烦恼。分明呢，就是很清楚、清晰、很快速的发现它。照呢，你发现的越快，那么你更就可以很快的就照出来。实际上，你的烦恼有很多的层次。你发现的越快，那么 grow to a sizable level, 涵盖的这些层次就越少。如果你等到你都已经发出来了，爆掉了，说我现在不能够让自己不酷，我要等。Is that good enough? Are we okay? 直到时间合适了，就像师父说。不要忘掉，但是呢，也不要原谅。28, 10 more minutes. 我要让它成长，长起来，长起来。They thus enter the great ocean of merit. 所以呢，等到我爆发出来的时候，感觉非常好。以圣解力入于如来功德大海，好吗？那是其中的差，这就是其中的差别。Commentary, 人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有哪些烦恼值得烦恼？实际上是关于你多么快能发现自己烦恼了。一旦你让它长了起来，长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层面上，那就无法管理了。对你来说，它就变得无法管理了。好吗？这样是不是足够好？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我们是不是还是朋友？ What kinds is that? 讲出真情对并不容易。The great ocean kinds. Meaning is endless.When we teach you, it's meritorious to cross your legs. Power of supreme understanding, 圣解力指的是 in full lotus. 大智慧 But you sit a little bit and it hurts. What do? You wiggle. 能够看透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挑战，这叫做圣解力。An ocean of merit and virtue. 入于如来功德大海。Okay. 这样。It's how difficult it is, but it's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I know you proudly said you were in the university and so forth and great achievements. But you know, this is how difficult it is. It's endless. It's never enough. They never said, I've done enough.I help you enough. What else you want from me? 功德大海意思就是无边无尽。Especially Marcy keeps on taking and taking and taking and taking. I never hear him say thank you. 当我们 show appreciation, 教你们盘膝跪拜施工，做双盘。The chance to create ocean. 但是你稍微坐了一会儿，你就痛。你要是你会怎么办呢？你就会扭来扭去。Sounds good.Whose fault is it then? You're the one who's counting. I'm not. 这不能够叫做功德大海，完全不能叫。You're counting what you're giving. I'm not counting what I'm receiving. 就是讲到他的困难，不是对于那些虚弱的人讲的。我知道你们很自豪，你们上了非常好的大学，你们都很有成就。Okay. 但是。这就是 Buddhism like that. It's fascinating to me. 功德大海的困难之处，它无穷无尽，永远都不足，永远都不够。他们从来不会说 expectations so forth. 我已经做的足够了，我已经帮了你很多了。你怎么能这样呢 ？Give forever. 特别是师父总是在接纳。他从来没有说 Okay. All right.谢谢，师父说那是因为我在给你们机会，让你们创造功德大海。What does it mean by 听起来不错吧？ Buddha's
你们是那些正在数的，我不是的，我只是在接纳。你们在数你们给出去多少，我并不在数我接到了多少。What does that mean? Enter the... 你们觉得有意思，我不觉得有意思。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enter the great ocean? 佛就是这样。 What happens to you when you enter the great ocean? 我以前的背景呢，就是你要学一些知识，你要有目标，你还要知道什么是合理的期待。是佛的世界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就是你永远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的给出给出给出，这样才能够成为佛。 This is a problem with Bodhisattvas. Can Bodhisattvas say I've done enough? Master Shenhua came to our world and said I haven't done enough yet. I will drive myself to the ground. I will kill myself. I will die.scary death. 入于如来功德大海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我们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我们和佛一样吗？入于如来功德大海是什么意思？师父说，当你进入大海的时候，你做什么？你成为这个大海的一部分。当你进入大海的时候，When I asked her when she first came a few years ago, 没有岸, I said, 你的四周都是水。 How do you like it? You know, how do you like being a nun? He said, oh, it's a job. 你进入了无穷尽之中。 Just do my job. What's the big deal? Just do your job. That's so easy. 这是菩萨们的问题。菩萨们说我已经做得足够了，宣化上人来到我们的世界说我还没有做的，我做的还不够，我要把我自己呢一直驱动到地上，我要杀掉我自己，让我死得很难，很可怕。这就是功德大海。而 Shorty 呢，他说What is the extent of my 我还要再做点什么呢？就这个工作而言 ，These are smart people. They all think like that. Whereas these wise people, they jump into the great ocean. 惊愕。几年之前他刚来的时候，我问他你感觉怎么样？你 help and help and help and help. 你做女你感觉怎么样？他说啊，这是一份工作。我只是做我的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做你的工作，这是非常小圣。大圣呢，不是工作，只是大海。你就像在地狱里一样的去尖叫，尽量不要被淹没。大海，最终你会学到。你不是。提问题的人呢？你不是那种要进入大海的人，所以这个会困扰你。那么你就要问我的承诺，我的 commitment 的程度是什么？我们都是聪明人，他们都会这样想。可是明智的人，他们会直接跳入功德大海，会跳入这个功德大海，他们会帮忙帮忙帮助帮助。He's from Eureka, where they had a 6.2 earthquake. 可以继续了吗 ？Did you lose anyone? You know? 我们是不是？Two people died. You don't know them. 处理了这个大海的问题。You don't know anyone. 当然还有更多的意思。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e goes to work and goes home and then, hey mom, how are you doing? On the phone, hey mom. Okay. And this is a thing that's kind of.我不要说太多，因为当我们达到这个境地的时候，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有一点吓人了。
有意思的部分是，有趣的部分是，liberation of Buddhists, meaning they practice all sorts of Dharma doors. 你知道今天在你们地区有一个地震，4.2级，还是昨天。 That's a boring part. 它是来自于Eureka. Then the second part is the fun. 他们的地震是6.2级。 6.4级。 Don't think that Bodhisattvas are depressed. 你认识的人有没有去世的？有两个人去世，你不认识他们。 你不认识任何人，你也不认识。 他去上班，然后回家，然后说：“妈妈，你怎么样啊？”打个电话。 They are roaming playfully. They having a good time in their work. 这个事情呢，宣化上人讲的不够多，在我看来。Okay. So the spiritual power is not just for work, but also for enjoy what they're doing. 修行了佛，用来解脱自己的所有的法门，这是无趣的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有趣的部分，然后呢，就是他们游戏。 意思是不要去考虑，不要想菩萨们，他们是比较抑郁的，他们很开心的。 JC, it better not be. 永远不能够说菩萨们有抑郁症。 He always asks the last question. 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游戏，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中非常的开心。 답변을 듣고 제 거짓말 습관에 대해 직면하게 해주셔서 부끄러웠습니다. 그것에 대해 나를 보려고 하고 있습니다. 하지만 제 자신을 잘 모르는 것 같습니다. 이것을 고치려면 제가 무엇을 하면 되는지 알려주실 수 있나요? 用于他们的工作，而且也用于他们享受他们所做的。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而你们则不同，工作是工作，玩是玩。 As Ipsu asked this question, I noticed that I lie. I'm very embarrassed about it. 还有最后的问题吗? Try to reflect. 新的一部分要开始了。 I don't know what it is. Would you please 保罗, teach me what I can do for this? 最好不是光后。 他常常是最后一个问问题。保罗, Who doesn't lie? That person can answer you. you should talk to, if you receive the five precepts, then there's a non-lying precept. You should talk to the abbot there and find out more. Okay? It's specific.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take online. When it's past the Ipsu lecture time as well, because we have 问了这个问题，我注意到我说谎，我对此呢也感到很尴尬。我试图要回光返照，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您能不能教我，我该如何处理这个困难？ For us. We're struggling with that concept, which is a big 谁不说谎呢？师傅说。 And eventually, we figure out. 那个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The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o give rise to that desire. No, I don't want this. Then eventually, it's gonna. 如果你受了五戒。 It's a matter of time. That's all. Okay. So those are the. 在五戒里有一个就是不妄语，那你可以和寺院里的住持来谈一谈。 这是具体的， help, 而不是在网上能够回答，因为已经超过了这个讲座的时间，我们还要回去打坐。真的，你要私下里来探讨这个问题，更多的来谈一谈好消息。
是你知道呢，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普通人都觉得这是正常的，而我们呢，我们是挣扎于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最终呢，我们会找出办法如何。